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踏出人生中崭新的第一步，欢迎他们。崭新的舞台，现场的所有嘉宾，我们给新龙新娘也热切的掌声欢迎他们，步上他们人生中崭新的舞台。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的曼达还有佩奇两个人，除了感谢之外，也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在场的都是他们最重要的至亲好友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跟家人，所以他们今天呢，要在所有的贵宾的见证之下，两个人要对彼此来交换誓词。我们现在请新人面对面，现在我们要将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新郎官。不过呢，在讲这个誓词之前，我希望这个新郎牵起我们新娘的手，然后请你眼神200%深情地看着他哦。亲爱的老婆，虽然我不是一个不会讲情话、会耍浪漫的人，不过我会是一个好老公，我会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老。然后直到我们老了，我们还是要偶尔吵吵架、斗斗嘴，并且出去玩。那因为跟你在一起，就是最平凡的幸福了。哇，我们给新郎官一个热情掌声。相信我们佩奇有一些话想要对我们的冠达说，麦克风交给我们老公。亲爱的老公。常说有没有参与到我青春的时候，现在还是非常青春，可是我都说现在还是我爱的最灿烂的时候，因为谢谢你认识了现在的我，现在的我总是成熟，懂得包容，现在在我们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很谢谢你爱我，又因我年纪，我希望以后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你们都可以一辈子安安稳稳地走下去，像现在一样不会哭。因为我要谢谢困难爸爸妈妈，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，很谢谢你们，从一开始我们交往，你们就一直支持着我们，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年纪而排斥我，而且对我非常好，也谢谢我们结婚筹备了整整一年，你们也很辛苦，帮我们到处奔波，谢谢你们。你们把冠达教得很好，他很爱我，我很相信他会照顾我一辈子幸福。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养育我长这么大，你们工作很辛苦。我跟你讲。谢谢，我们要健康幸福。今天是我们佩奇跟冠达两个人最重要的大奖，所以我们佩奇除了要对老公说这些话之外，也要谢谢我们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，因为有你们，他们才可以今天手牵着手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接受我们在场所有嘉宾的祝福还有支持。希望我们亲爱的家人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嘉宾，请你们以后也要一样的像现在支持他们哦。那现在我们就请女宾上将信物递上，在场所有嘉宾，我们见证他们最坚贞的爱情，我们要请新郎官为新娘套上婚戒。Thank you.
请新娘为新郎套上婚戒，戒指是圆的，代表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会像婚戒一样越来越圆满。我们将婚戒缓缓地射出来，为我们照一张幸福的合照。在我们拍下这幸福合照的同时，